是我未婚夫，很帅吧？我是为了这个人才提早回国的。你未来的新郎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对我来说是找遍全宇宙最棒的男人。等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，应该也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好吧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你别想结婚，那之前甚至明天之前我都能说出一切。金美来，等我达成了目标就会回到你身边，我一定会回到你身边。好吧，柳江恩，趁现在尽情享受幸福吧。那幸福过不了多久就会支离破碎。8月21日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粉红色口红》。